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来介绍《百魂战记》。《百魂战记》是韩国 GameLive 所发行，同时也是龙之谷制作人所开发的最新作品。游戏是 MMORPG 动作游戏，游戏一开始只有男女可以选择，并没有职业可以选择。游戏中可以组合超过100种武器与英雄，在战斗中拟定策略的同时，寻找巨大 BOSS 弱点，并且击败它。游戏特色之一的副官系统。副官能够辅助玩家战斗，第一个获得的副官是远距离射手，之后可以获得近战、远攻、辅助等类型角色。战斗上除了玩家与副官技能的搭配之外，针对关卡使用不同的武器与防具也是关键之一。虽然关卡只有单对多，而且只有三分钟的通关时间，但大部分只有两到三波就结束了。玩家的角色与副官可以一同参加战斗，根据冷却的时间搭配基本攻击回避技能来通关，副官的技能也会有冷却的时间，且有自己的血条，所以战斗中不能让副官独自承受所有的伤害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哦，开始了。目前应该也是国际版的，所以这英文跟韩文啊，不过听说画质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听说的啦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而且好像不需要下载太多的容量，这样子。目前看起来画质还不错，然后流畅度也还 OK。冲刺，哦，这是滚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目前只有韩文跟英文。然后我们也还没开始选角。怪物好像蛮强的。然后还蛮能阶段的。啊呜，痛！哦，他这招蛮强的哦。哎，没慢了一拍。怪物来了。真可不，真不等你等，那个女的是我怎么都不能用啊？我用那女的好了，那女的感觉很正。闪，我才刚闪而已。我可以把他抓起来摔。刚刚那个抓起来摔怎么用啊？闪一下，等那个抓起来摔招满了，这一招吗？抓起来摔这一招，哦，好强哦！抓起来这摔这一招蛮强的哦。他只要有那个黄色出来，就是可以一直连段，一直连段黄色的那个招式。真的战斗画面真的还蛮特别的，就是蛮流畅的。好，开始选角人物，目前是男生、女生，画面风格真的都还不错了哈。然后我们就，这也帅很多哎，光头好凶啊！这是线下最流行的发型啊，我还是喜欢用，这也很帅。啊，这个好了吧？
드디어 헤르세 성이 보이는군. 오랜 홀트 앞으로 너라면 아, 现在他开始教学，哎，不是，刚刚教学完了啦，所以现在是我们正式的人。这个是用踢的哦，哪里？男生就只有，哎，他好像只有这个职业，我们刚刚是没有看他选角的职业啊。Gentlemen， 是在讲金正恩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人长得好丑。哎，这个画质是真的很好哎。抓！他好像还不能连招哎。很期待他那个中文版上市啊。先砍再说啦，闪！我看现在闪要闪两次哦，然后马上被堵啊，太扯了！太强了，他要教我技能了吗？这有点像魔物猎人的感觉，但是它的画质好像比魔物猎人好蛮多的。魔物猎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好齁，还是灯光的部分，灯光效果的感觉。啊，我死掉了。啊，原来是剧情需要啊。太难了。这是等于说第一章节、第二章节这样三一只一之类的吗？画质真的好很多哈。走走走！现在换我跟……哎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哎，为什么全部都围攻我啊？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换人啊？是不是可以换人？换人呐！哎，刚刚是换人吗？哎，来来来来！啊，没用到招式。刚刚那段没有懂，等一下再用一次好不好？就等那女生醒过来。把人家抓起来，不是盖的。我们第三波，然后我们要用女生哦。她好像只是召唤她来帮协助我们，是不是啊？刚刚的感觉是这样。来来来，这个很像卡通的网，换人换女生。对啦，好像是女生只是他用招式，然后男生去截断而已啦。啊，没有抓到网，可惜。不过有时候就是会忘记那个，忘记自己的血量。好痛啊，流血啊，大招，女生大招。女生等于是辅助啦。
신념을 가진 자는 패배하지 않습니다. 继续哦，哎，这很值得玩呢。目前来讲，画质没得比啊，真的不错。就是差，这是不是中文版呢？然后语言如果是韩文也没关系，反正中文我们看得懂就好了吧。抓，然后还有连续技有没有？连这个等于是连续的晕技呀，会把人家打晕这样子。哦，痛啊！我很久没有在闪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啦好啦，走左边这边是不是？你的韩文是这样吗？今天就左边啦。好啦，走左边。左边就是小王就对了啦。来一个大砍技。有没有摔？摔抓抓大王出来摔，大王也可以摔耶。好，女主角换你了，新片抓啊！其实应该要砍一砍再抓哈。得到什么东西啊？刚刚那金黄色是什么？因为的是笨，好吧，这个他现在应该算是什么升级教学或技能之类的，对啦，通常都是这样。哦，打造武器的意思的哦，再打造一次。强化武器。不过应该也会有一些什么技能，哎，有技能了。他刚刚那算等于说技能加强吧？这应该是等于说一至三的王了吗？是吗？不是，哎，它是一个什么灵魂的什么东西的？啊，是哎。不是要站在这集里面收集什么东西之类。好了，好，我来帮忙了。摔！再摔！摔完还可以再截断呢。王出来，哪一个是王啊？大的这一只是王。闪啊！啊，是要保护这个灵魂是不是啊？看，好像保护这个灵魂呢、欸。跟他拼了，用我的肉身来挡啊！完了。技能停了吧你，大招！怎么感觉好像多一个要多新人物的感觉啊？要在这边等两分钟是吗？倒数两分钟，有了。我他是说什么？我是来攻击这边的吗？他是守护者之类的吧？他这个是新角啦，这个人应该是新角，还射我，
绑住他。好像刚刚不能这样用，应该是要他砍他几刀之后再用。我们二打一耶，不好意思，还用招式哦，晕技耶，我妈的！哦，他好强。抓住，对，可以砍几刀之后再抓啦。阶段，趁机，哎，又被他打到了，又被他那个等于说有点那种把他弹远一点那种感觉。这攻手蛮强的嘛，抓他，有没有把他抓住之后，我可以砍几刀之后再用衰技。我被晕技了啦，完了，他蓄力了，快，我剩一半的血，刷技，再刷一次，再抓住，太好了，他被我抓晕技了，晕技摔，死吧，靠，这个妹好高的。得到，对，得到这个新角。我们等一下就来使用新角色试试看吗？那个女的她就会离开我们了吗？是这样吗？我换一件新衣服了，帅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继续。哎，怎么那么近啊？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用这弓箭手。他连他的攻击我也是可以用衰技的，只是就不像刚刚那个女主角是把对方绑住啊，绑住感觉蛮强的。不过等于说那个女生应该已经离队了。比较可惜，他就是没有那个职业区分。主角的话，目前是感觉上没有职业区分啊。阶段接起来真的很过瘾哦！完了，这是 BOSS 吗？感觉好大一只哦，哈哈，好啦，回旋踢，抓，再抓，终于抓到王了，抓王感觉损伤很重哎，再接，机会难得，再接，抓。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啦，如果还有更多的未上市游戏，还有更多的最新手机游戏资讯的话，我会再通知大家，也记得要订阅我啊，我是来玩搞怪游戏的阿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